有实力敢随便，有请小跑猪联盟出战成员瘦子一瘦和他们的助阵 homie Giga Shit， 由实力起程点走上舞台。希望他们是有抒情歌，那我们就胜算会高一丢丢。哎，那个胡子留的很有型啊。我其实想这边介绍一下西哥，他其实是来自新加坡的饶舌歌手，在新加坡现在就是 like top one 第一的饶舌歌手。他是在新马推动 hip hop 文化的人，今天我觉得很有一个荣幸，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舞台，把西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而且他对这个文化贡献的非常多，大家给他尖叫声好不好？西哥是。Respect。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西哥，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我们后面三个联盟说的吗？看到那些不一样的联盟表演也是很帅，所以我觉得今天表演给观众朋友们，只要他们开心，我们音乐人也是开心的。我以为他好粉，很帅。有请瘦子一瘦和西格带来说唱歌曲《波班造》。我们是2015年顽童来新加坡演出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就从那边就开始很欣赏他们的 hip hop。我们是分隔两地嘛，常常就是在网络上讯息啊，然后或是看到 story 的时候，他就是 hello 我说，哎，最近看你怎么样，很酷，就是彼此一直在关心着彼此的近况。每个人都说他很帅嘛，对吧？但是每个人以为说他瘦子是帅在不知道他自己帅，坦白讲，瘦子是很知道他自己是帅的。是的，知道，对，我家有镜子。不被照，我妈妈不被照。这首歌是叫《不被照》，在新加坡是口头禅，没马跑，第一名的意思，也是瘦子第一次唱 drill。对啊，第一次真的做 drill， 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好像证明我还在很年轻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重点要让新的事物是跟你的关系是产生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东西来完成了。对对。哟，这是我的兄弟西格谢。哟，这是外兄弟瘦子一瘦，巅峰合体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台。哦，哎呦，瘦子，哟，西格谢。人生的风景，大家兄弟嘛爱小心，去吃嘛出头天，酒喝得打落去。好炸 ，Talk is cheap， 讲什么道理 ？On my ground， who running the scene？ 不被走 ，On my ground， 不被走。别跟我讲道理，别跟我讲道理，不被走 ，On my ground， 不被走。别跟我讲道理，别跟我讲道理。Flow so cold, man, it broke the freezer. They don't like us, we don't like them either. 跟我深呼吸 come and take a breather. Anybody wanna try, we turn this into ether. 我是个谁，你是个 you. I've been paying and paid all of my dues. What's down? Hop on the mic and it's lunch now. 我笑了，这个游戏被我绑票。我被照，是主播听什么狗吠 ？Look at the ops， 他们没什么口味，说什么道理别浪费我口水。Whole squad 被抓了，总被关了脑袋，就说你也不准睡。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的性格有什么不讲理？谁要听他们的 beat， 谁要听他们的 beat， 他们都不是 rapper， 都在演戏，你的烂剧本都不联系。公司没独立，不被照 ，Oh my god， 不被照，麦跟我共独立，麦跟我共独立，不被照 ，Oh my god， 不被照，麦跟我共独立，麦跟我共独立，不被照，时间到，别胡闹，要做到就做到，大部分是最苦的代表。不吃亏的风格你别想太早，珍惜你能呼吸的惊喜和天气，征服你承诺你相信不老。做到这里不容易，不吃结果要放弃，呼吸还不够机会再当个屁，大口口气绿机机 I'm a titty， 不停的胜利
下是睡醒，必须给他走下去。加蓝日，先看黑的开端地，我们将在作品高的面前披沙记。我被造 ，Oh my God， 我被造，卖给我工作力，卖给我工作力。我被造 ，Oh my God， 我被造，卖给我工作力，卖给我工作力。I don't care how y'all 耍什么花样，没意思 ，Make it look easy。心说唱干大事，没时间，我们懒得理你。Never been a snitch， 从来不泄露他人的秘密。如果你们要胜利，此刻最需要的是个奇迹。不停的叫，全世界观众都不停的叫。没在干事情 ，24/7， 要多久都可以跟你们耗。不停的叫，不停的叫，全世界观众都不停的叫。如果真的是比说唱，手指是一个新东西，不停的叫。我来叫 ，Oh my God， 我被叫。卖给我空多力，卖给我空多力，我被造 ，Oh my God， 我被造，卖给我空多力，卖给我空多力。我了，我觉得他很渣，很帅。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那边跳。对，我一直在研究在那音乐里面。这种比较纯正 original 这种派系的 real， 他 beat 的 chop 和808走的全是 UK 的，但是他唱法他没有 two step flow， 在八分之一拍的后面他没有卡出来，他是在八拍里面玩他的 flow， 所以这个唱法不是 UK， 唱法比较偏美式。哎 ，real 对基本功要求还挺高的啊。这个其实也算是。瘦子公开第一次做最有这种的风格，他的确有做出就是很不一样的瘦子。这是今天我听的最有亲切感的一首。耍凶的这种主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很燥，要很凶才对。你就是让我信你说哦，就是我会害怕那种。对，就觉得哇，那你好猛，对吧？对，然后包括 flow 的编排啊，整个然后。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一点比较可惜。现在巅峰财团为他们的表演进行投票，投票通道现在开启。歌也比较洗脑，瘦子呢也打破了我对他的一个基础的看法，他有尝试新的风格，有尝试新的东西，加上这个舞台到后面从 drill 转到 jazz club， 又给我们一次高潮的起伏，让我们情绪又往上了。西格他这个 flow 的编排，他是把他的韵脚都压在了正拍的前面，然后再去用 back up 去铺垫，再加上我听到他的 flow， 他的押韵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对 drill 有过很久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西格的 drill 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的。瘦子我对他的认知就是那种唱情歌的很温柔的那种帅哥，但是我没想到他做 drill 也是那么猛的，就是可以看得出瘦子他的基本功是在这儿的。投票结束。想问一下我们的西格，这一次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来到巅峰舞台是我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想要感谢瘦子，想要感谢爱奇艺，谢谢大家，谢谢瘦子。再一次谢谢小宝珠联盟成员瘦子与助阵 Homie 西格带来的精彩表演。我觉得我演得很爽，真的感受到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所以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兄弟，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很享受，第一次做 drill， 就是我觉得要让新的事物的价值在我们心中都很存在。莫贝扎呀 ，We went crazy， 帅帅帅帅帅帅，好玩好玩帅。